各位观众好，我是莫文馨，今天是第三天的狩猎任务啊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天的狩猎关卡。那我刚刚已经看过这个关卡会掉什么了，哎，是的，就是我们的羽毛，羽毛啊，这个东西，哎，说缺的时候真的很缺啊。好，那不管我们老样子，我先用蓝丝先打一轮。公子的话，其实如果你有练帕瓦蒂的话，那这一关用帕瓦蒂说不定会更好。对，好啦，不管我们就不聊那么多双 CBA 系统的组合啦，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，不会有太多的这样的变化。那如果你用雪山鹰的话，应该就可以用不到孔明了啦。那不过宝具的等级也还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了。好，那稍微等他下载一下资料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呼呼，快跑！我现在的话5:06了，也快再过一两天吧。哎，好像两天就又是绝对魔兽战线。这次的血量比较高一点，40000多，比上一关来讲还要血量还要多一些。好，这样啊，这些该放的我们都该放上去。有没有注意到我的阿莎已经不见了？对，系统，不知道是怎样啊，就是有时候我放宝具的时候，某些台词会不见，这是一个很异常的现象啊。第二道80000多，80000多是多了一些，然后 NP 率也没有像大骑士那么高。NP 啊，现在的狂澜有36，那都是比较低一点。然后最后一刀会让我跌倒的，哎，也是一个小小烦恼的地方。我理论上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才对，理论上。这面应该有过，这个银色箱子是不是那个啊？那个叫什么名字？魔石是不是？大家看一下，对，魔石。垃圾车来了，哎，我等下可能要把那堆丢垃圾。好，那就最后一发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狩猎任务了。那基本上每一天应该就是打一打，给各位看一下会有什么东西啦。对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莫言星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